因应疫情，立委蔡依瑜每下神仙饮水，关键行业物资，总共捐出一万的水烟，含一千罐杀菌的喷雾，送给十间身心障碍团体。我要去哈募了哈，啊有一万个口罩啊，以及这个干洗手的这个75度的这个酒精哈，啊主要就是讲给咱在地的机构跟协会。啊，包括我们闽道家园、我们身心教养院啊，我们的残障自强协会，哈、哦、啊，这样十个机构哈、哦、啊，就分别来捐赠这个口罩跟这个干洗手，啊，也是希望哈、哦、可以在这个防疫的期间哈、哦、啊，提供一点力量啊，大家一起做好防疫。蔡依瑜讲，社福团体需要社会资源的合作，希望尽一份心力，把台湾的防疫做好，让台湾会当变作是全世界的模范。蔡依立委为我们嘉义县的团体、嘉义县的机构，那么关心我们，在这个疫情当中，真的是挂天上我的暖心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身心障碍团体嘛，以感谢的心，回送蔡依瑜感谢状，表达相关的谢意。场面是温馨又有爱，记者黄佩佳关仓报道。